田小娟舞台杀风，前一秒才 diss 妈妈，后一秒 idol 获最受欢迎女团奖，网友笑称本届最佳行为艺术。妈妈盛宴来到第二天，舞台表演依然好看。来到 idol 演出，由我们大娟总田小娟钢琴 rap 开场，气氛一下嗨到最高点。rap 内容泼辣又直爽。你今天要给我什么奖项呢？今年创造了风格的我们是谁，你知道吧？那些做出来的奖项我拒绝。New Generation 现在吃下了新时代。I'm 25 and young and rich。歌词巨狠超威，舒华与其 solo part， 金发红裙又帅又美，真的很适合他们呢。接连带来 My Bad、 Tomboy 等大势歌曲，每一个女孩气场全开， idol 的舞台魅力你也感受到了吗？最后与前辈团体 Julin、 紫雨林合作，用摇滚风格改编 Tomboy， 这么厉害的演出不许你们还没看过。有趣的是，上一秒小娟的 rap 还在大胆 diss 妈妈，下一秒 idol 获得2022最受欢迎女团奖，画面非常冲突，真的是本届最佳行为艺术呢。祝福女孩们花路越走越广，事业继续上升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舞台。